现在进行国事论坛，每位委员发言3分钟，请王委员会美。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12月2号，蔡英文总统跟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通了电话，除了恭贺他在总统大选中胜出以外，双方也谈及到了台美之间的经济、政治以及安全事务上的一个密切关系。这是台美从1979年断交以来，双方领导人直接透过电话来沟通，它的象征意义非常的大，但其实质意义跟后续的影响如何，还很难预料。从希拉蕊败选，以及到了英川通话，面对着这个诡谲多变的一个局势，请问台湾准备好了吗？在经济上，川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依旧令人担忧。川普他是主张公平贸易而非自由贸易，反对自由贸易协定，认为这是把就业的机会送给外国人。如果美国建立起贸易的壁垒，将不利于台湾对美的一个贸易。美国是台湾第三大的一个出超国家，台湾主要的电子零件大量出口到美国，贸易壁垒会使台湾的经济发展更为严峻。另外一方面，新政府原计望加入 TPP 来降低对于中国贸易的依存度，但川普已公开的表示，上任之后就会退出 TPP。 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势，台湾是否只能转向加入由中国主导的 RCEP 呢？可是呢，依照目前政府跟中国的关系，台湾是很难加入 RCEP 的。如此一来，我国在经贸上会不会变成亚洲的一个孤儿呢？政府必须思量出一个应对的一个措施，否则可能连力推的南向政策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在军事上，英川通话打破了39年来的台美关系惯例，代表川普未来在美中台三方面的一个关系可能做出了改变。但从他的表态，他要求北约、日韩等盟国负担美国驻守费用来看，对于台湾关系法的执行可能采取了类似的一个立场。另一方面，川普表示，美国卖给台湾好几十亿的美元武器，我却不能接他们来打来的一个电话呢？由此可见，川普是以商业利益作为首要的一个考量，可能会卖出更多的军火给台湾。但我国的财政紧促，美国推销的武器能否符合台湾防卫的一个需求？台湾是否只能照单全收呢？台湾关系法，台湾长期在美中呢之间谋求最大一个利益。英川的通话虽然是个契机，但也应该认知这是美中的一个谈判的一个手法。美国将以最大的程度来换取它经济利益，来跟世界其他区域的战略利益。我国外交处境只会越来越困难，政府必须让外交的举措更加的灵活，来采取这个技巧性的结盟措施，来维护台湾的一个安全跟利益。谢谢王委员，下一位请黄委员招顺。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我想蔡政府从上台以来，大概有太多的政策是华夹湾，从一例一休、何时入台、美猪入台，我想所有的华夹湾都让外界可以说非常的质疑。我们乐见，由于基于人道的考量跟医疗的需求，我们乐见蔡政府对陆生纳保的事件也做了华夹湾。但是我们看到蔡政府所做的陆生纳保，不仅仅是只有半套的华夹湾，甚至于是把我们所有侨外的学生都沦为整个的受灾户。我们比照外籍生纳入健保的体系，他们要求统一金额自付1249块，两个版本，民进党要求外籍生也要全额付费，
比起国民党版由政府补贴四成、自付六成的保费，也就是月缴749块，但是还要再多出500块。换句话讲，每一位学生每一年必须要多缴6000块。我想陆生在台，我们大概已经忘掉了他们有一个三部六线，换句话讲，他们在台湾是不能打工的，所以这个6000块对他们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那更糟糕的是，我们把外侨的学生也纳进来了，马来西亚他们的算了一下，每一年也要增加6000块。那换句话讲，也就是变相的学费涨价。我不知道蔡政府他是否还记得他提出的新南向政策，目的就是要建立跟东南亚国家有友好合作的关系，并且吸收优秀的东南亚学生来台就学。但是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我们算了一下，104年来台最多的侨生是马来西亚，再来是越南跟印尼。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全额保费，要他们在变相的涨价学费的话，那不是自打嘴巴吗？所以本席今天要说的是，大部分的学生他们不知道健保跟商业保险的区别，而蔡政府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为了区区的3亿，不仅止于没有沟通，也没有任何的公听会。我想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只有让陆生以及外侨生对我们台湾这块土地却步。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蔡政府，我们一再的说我们要南向，但是我们让他们却步，我们对整个的南向政策是大打折扣的。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蔡政府，半套的陆生纳保让我们觉得羞耻，也违背我们整个对医疗。谢谢黄委员。下一位，我们请陈委员移民。陈委员移民，陈委员移民不在场，我们请张委员立善。好，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在一例一修通过三读的当天，立法院内外进驻了大批的警力，立法院的出入口更设置了许多的围栏巨蟒，并由警察构成人墙，形成最严谨的防线，以防止劳团的抗争行动。看到这样的警力部署，不禁让人怀疑我们现在是身处怎样的环境当中。号称最会沟通倾听民意的民进党，怎么会拒民意于千里之外，以千名的警力包围整个议会的现场，民意无法充分的反映。蔡政府真的能够倾听见人民的声音吗？现在的立法院内外随处都是警察，每次一遇到抗争就充满了警力的进驻，请问警察不会有过劳的情形吗？民进党政府是威权的政府吗？为什么要动用千名的警力来对抗不到几百人的劳工团体？警察原是要保护民众、维护治安的，但现在却成为民进党任意利用的棋子。现在的民进党掌握了行政权与立法权，成为最大的执政党，在国会当中以多数暴力强权通过法案，完全不在乎在野党和民众的意见，动用警察权来制衡民众，这样的威权做法让全民都不能接受。当天的议场当中，本党委员为了民众与劳工的心声，奋力抵挡三读通过，民进党立委则是以多数暴力来攻击本党的委员，在主席台上发生冲突与严重的肢体拉扯，造成本党陈怡民委员受伤，林立产委员肩膀脱臼的情形。国民党现在是少数党，只能以合法的议事策略来对抗民进党，但民进党的委员王定宇刻意锁定目标蓄意打人，这种伤害在野党委员的行为，除了应予谴责外，也应送纪律委员会惩处。本席在此呼吁蔡英文政府更需要更多的重视自己的政策承诺，
并且请正视民进党的暴力行为。蔡英文总统需要给全国民众一个交代，并向全国的劳工郑重的道歉。谢谢张委员，下一位请陈委员欧破。主席、苏院长、本院同仁，大家好。土地不只是人民的财产，也是人民的感情、人民的生命和人民的未来。安土敦乎人，故能爱，让人民能在自己的土地安身立命、生活无余，就有人心爱自己的同胞和国家。人心政府，为政之道不难，体恤人民的辛苦，不滥征税收。反之，遭人唾弃的政府常常暴增税负，不顾民命，终而导致人民怨声载道。苦民所苦不能只挂在口头上说说而已，更要落实在政策上。尤其与人民生计相关的税收问题，执政者要有前瞻性的规划能力，要能够取消、修正恶法和不合时宜的法条，像30年前的票据法，明明是恶法，法官还是依恶法来判决，为恶法帮凶，甚至还强辩恶法异法。平均地权条例第14条条文规定，公告地价调涨调降，采3年一次，不免与时代脱节，且3年调整一次，容易造成涨跌幅过大。3年无法弥补的民怨，最近地价税调涨，有些县市政府难以因应，导致人民强烈反弹，就是没有以实接行，没有深觉民意的结果。林前院长自诩为改革的内阁，本席期许改革成绩要获得人民的认同，本席建请公告土地限值采每年调整一次，各直辖市、县市政府对辖内土地根据1年的调查地产状况，将地价相近、地段相连、情况相同、相近的土地划为同一地价区段，送地价评议委员会评定，以各家的土地的价格，以每年1月1日公告作为土地移转以典权的依据。本席正视地价税调涨太高，导致人民的反弹的遗憾，除在今天国事论坛向大家报告之外，并做成临时提案和法律提案，从法条的修正来符合民意，期许新政府能够将人民的声音听进去，苦民说苦，重新就不合时宜的法令呢做调整。以上，谢谢。谢谢陈委员。下一位，我们请李委员燕秀。院长，在现场各位媒体，大家早安哦。一例一休通过之后，无论特休假今年怎么放，包括后续，包括资方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的意见哦。到现在为止，到底特休怎么领，怎么加班费，那包括相关运输业，包括现在医疗院所都在抢人的大战，后续这些争议如何去做解决，现在各个行业间，包括劳动部跟各县市政府、主管单位、劳工局等等，其实到现在大家都还有很多后续不同的争议要去处理。到底这个休假哪一天是休假日，哪一天是例假日？各中小企业如何去认定，如何去界定？这个主管机关的劳动部也好，或各县市的劳工局也好，未来劳检
怎么去做检查，未来其实这些都是相当大的议题，如何去克服哦？如何在现阶段，我们未来包括每11个小时都要让劳工得到充分的休息跟轮班等等，这些宣导的制度如何去做？现在其实中小企业也好，劳工也好，需要更多的劳资协调的空间跟时间来去做处理。在这边，我也要再一次透过今天国事论坛的机会，也要呼吁劳动部现在应该启动跟资方跟劳工介入更好的对话空间。与其同时，那一天我们特别看到在一例一休修法的过程这一段时间，我们的院长大动我们的警力，包括1700名警力在立法院的周遭。如果一例一休真的是一个好的政策，何必需要动用这1700名的警力围住劳工团体，围住劳工，把劳工围在立法院外面？又何需要用3层的巨马把这些劳工围在外面？那又何必需要让民进党的立委要服从党纪，祭出党纪来去要求必须要服从蔡英文总统的军令哦？我认为特别是我们关注到昨天在内政委员会大家讨论到在警政署的预算的同时，未来如何更有效的去运用基层的警力，而不是把警力把它只是控制在或者是因应在陈抗事件当中，我们认为基层的警力相关的警力应该还是要恢复到它原来有的工作治安的工作当中。我们不希望因为立法院外围的陈抗事件而让这些警力大动，包括他们应该有的休息的时间都不得休息我再一次强调，这一次的陈抗事件大动警力的比例跟过去是不符合比例原则，未来如何做更好的检讨，我觉得谢谢李委员。简委员东明对国事论坛之书面意见列入公报记录，报告院会登记国事论坛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现在休息。
请林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报告宴会，出席委员48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始开会，因程序委员会以本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送院会处理，现有亲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依本院议事程序，分别对本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提出异议，现在进行处理。我们截止收案，先进行报告事项政类部分，请议事人员宣读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之提议内容，请宣读。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二会期第14次会议报告事项，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民事诉讼法》第254条条文修正草案增列为报告事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4次院会建议增列报告事项共4案，详书面资料顺序授权议事处依序排列，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二会期第14次会议议事日程报告事项，拟请增列下表所列个案，详书面资料其余依原议程草案所列，是否有当请公决案。宣读完毕。我们针对报告事项增列之部分，我们依下列顺序处理：一、时代力量党团；二、国民党党团；三、民进党党团之提议。请问院会对报告事项？但是无疑我们也要征询大家的意见哈。针对院会对时代力量党团所提增列报告事项提议通过，有无异议？好，无异议，我们就照案通过。请问院会对国民党党团所提增列报告事项提议通过，有无异议？好，无异议，我们就照案通过。请问院会对民进党党团所提增列报告事项提议通过，有异议？好，没有异议，我们就照案通过。那么报告院会本次会议议事日程报告事项，照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提议通过。接着我们来处理增列讨论事项部分。讨论事项部分，我们依下列顺序处理：一、亲民党党团；二、时代力量党团；三、国民党党团；四、民进党党团之提议。现在处理亲民党党团增列讨论事项之提议。亲民党党团之提议共有2案，请议事人员宣读第1案提议内容，请宣读。本院亲民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二会期第14次会议议程草案提出异议，建请增列讨论事项第1案如下：亲民党党团鉴于国内发生食安馊水油及美牛美猪事件后，就一直关心民众食的健康，因此对于这一次扩大开放核灾食品，要求卫福部及农委会应先公开全部风险沟通会议资料与会议记录及公开风险评估报告，因为以食药署11月11日发出的公文第3点为例，行政部门就自己自报，今年7到9月有跟民间团体沟通，但是根据主妇联盟的脸书在11月14日晚上表示，今年7月本会曾提供问题与日本民间团体名单与卫福部，但政府没有采纳，所以合理怀疑卫福部农委会根本没有进行完整的风险沟通及风险评估，因此台日应由双方官方与
公益民间团体共同组成调查评估小组，对于水产品、食品、食品加工品等的产制程检验程序相关事项提出完整调查，并提出风险评估报告。而对于11月12日到11月14日连三天水产公听会正当性提出质疑，建请院会做成决议，要求行政部门应以民众的食品安全为优先，依据前述台日官方及公益民间团体所做成的调查及风险评估报告，邀请利害关系人及反对的民间团体重新召开公听会，核灾食品开放与否，应先做好所有的风险沟通、风险评估、安全控管及边境措施，在确保不会牺牲下一代的健康，并形成全民共识的前提下，再来讨论开放与否。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亲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议？反对。那反对有异议的话，我们就要进行处理。现在我们请按铃7分钟，并请议事人员分发表决卡，请按铃。请议事人员将各党团的讨论事项提案交给各党团。请议事人员赶快将各党团所提议之讨论事项交给各党团。好好好，赶快哦！好了，赶快有这个，我们可以重复多花几次都没有关系啊、哦。嘿，好、哦，都发给干部哦，请发给这个党团的三长啊、哦。现在还有哪一位党团没有拿到？好，还有哪一个党团没有拿到这个讨论提案的内容？还有谁？好，那都拿到了哈，都拿到了。那个国民党党团拿到了没？时代力量党团，您看到没？拿到了没？就各党团的讨论提案有没有？赶快，那个议事人员整理一份各党团的提案哦。各整理啊，有没有？你们没有？没有，有有有。为什么各党团？好了，我们现在来处理嘛。把现在是在按铃，没有问题啦。你现在请议事人员赶快啊、哦！各党团的，你们都太慢送来，你们都要到10点才要送来哦。这个还要好，我们赶快啊！不是啊，都有了。我们再问一遍啊、哦，请问各党团有没有取得四个党团提案讨论提案的内容？有没有？有哪一个党团没有拿到？好，如果都拿到的话啊、哦，我们就要依程序来处理哦。啊、哦，好。
好，我们七分钟的时间已到，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进行处理。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哪一位委员没有这个接到表决卡？好，那全部都有哦。那我们就要开始进行针对亲民党党团之提议这个政令讨论事项第一案之提案我们现在要进行处理。现在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那我们开始进行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出席83人，赞成31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亲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陈廷辉委员刚才的表决与民进党党团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现在处理。亲民党党团增列讨论事项提议第二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请宣读。本院亲民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二会期第14次会议议程草案提出异议，建请增列讨论事项第二案如下：亲民党党团有鉴于民众对于日本福岛无限时核灾食品解禁输台有高度疑虑，而在今年11月22日由行政院食安办公室所举办风险沟通座谈会上，许多民间团体不愿为政府解禁政策背书及反对开放，但执政党不仅否决在野党主张举办听证会、重开水产公听会等各项提案，而11月29日举办的台日经贸会议，政府保证何时解禁、渔权等不会列入议题，油盐在耳。但日方却在会议致辞时开宗明义表示，感受台对日食品进口的努力，再度引发民众哗然与恐慌。为避免政府罔顾民意，在没有完成的风险沟通及风险评估之前，不得进行解禁，牺牲国人及下一代的健康。亲民党党团特提案要求行政院院长林权，应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17条之规定，率同相关部会及台日经贸谈判小组成员赴本院进行专案报告，并被执行。宣读完毕。请问院会针对亲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处理。那么，针对亲民党党团之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诸委员正亲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针对本案表决结果，出席87人，赞成33人，反对5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亲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处理时代力量党团增类讨论事项之提议。时代力量党团之提议共有5案，请议事人员宣读第1案提议内容，请宣读。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2会期第14次院会建请增列讨论事项第1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审查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凝聚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时代力量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有异议，我们现在进行表决。针对时代力量党团之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陈委员学胜声明，对刚才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陈委员齐迈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本案出席87人，赞成5人，反对8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时代力量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增类讨论事项提议第2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2会期第14次院会建请增列讨论事项第2案，有鉴于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业已于5月11日于内政委员会完成实质审查，咨请内政委员会尽速进行宣告，已完成审查之程序，将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送交院会完成2、3读程序，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时代力量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有民进党这边有异议，我们现在就进行处理。那么，针对时代力量党团之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处理。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好，针对本案出席83人，赞成83人，反对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时代力量党团提议照案通过。习委员自觉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增列讨论事项提议第3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2会期第14次院会，建请增列讨论事项第3案。有鉴于医师工时超长、过劳情形严重，影响医疗服务品质及医病关系和谐，更不断发生医师因过劳危及健康与生命，而因缺乏法律保障求偿无门之憾事。然劳动部以医疗工具具有特殊性质、劳动基准法弹性不足等理由，不赞成将医师纳入劳动基准法适用范围。卫福部未能积极提出解决方案，严重损及健康人权及医师劳动权。原提案建请院会做成决议，要求劳动部将医师纳入劳基法之适用范围，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时代力量党团之提议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时代力量党团之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表决结果，出席86人，赞成31人，反对54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时代力量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增列讨论事项提议第4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2会期第14次院会，建请增列讨论事项第4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有鉴于开放日本福岛临近5县市食品输台案司法互助协议已是在事件之后的处理手段，恐有缓不济急之疑，应将对国人之食品安全保障防线拉到更前方，由台日官方及民间团体共同组成采样抽样小组，联合针对日本福岛等5县食品及相关生产环境，包括水产品及海水进行采样，以作为风险评估之依据。原此建请院会做成决议，我国政府应要求日本政府由双方官方及民间团体代表共同组成调查评估小组，针对福岛等5县之食品及相关产制检验程序进行检验及评估，在评估报告向本院进行报告，并由行政部门提出完整的管制检验程序要件，确保安全无虞，并经本院同意之前，行政部门不得片面开放福岛临近5县市食品进口，以为国人健康，以为国人饮食安全，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时代力量党团之提议有异？好，
现在有人有异议，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时代力量党团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表决结果，出席86人，赞成32人，反对5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时代力量党团提议不通过。好，林委员德虎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增列讨论事项提议第5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二会期第14次院会建请增列讨论事项第5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有鉴于国会改革已为本届新国会之朝野共识，其中委员会中心主义之会议室配置为其中重要之硬体搭配，横出欧美的民主国家之国会之委员会会议室配置均以马蹄形官员席面对委员席设计之，兼顾国会议员与行政部门官员各就立法与行政平等发言及论辩之，同时规划议事采访及摄影区域、旁听席等区域，莫不希望借由公开透明提高公民参与。原此建请院会做成决议，于第9届第3会期前先择一委员会试办委员会中心主义之会议室配置，试办一会期后再全面改建本院所有委员会会议室空间，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时代力量党团之提议有异？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时代力量党团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陈委员移结声明，对时代力量党团所提第3案之表决，系按赞成，列入公报记录。针对本案出席83人，赞成24人，反对57人，弃权2人，赞成者少数。时代力量党团提议不通过。
接着我们处理国民党党团之提议。国民党党团之提议共有十一案，请议事人员宣读第一案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十四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国民党党团邮件于台日经贸会谈，民进党政府四已准备开放日本福岛核灾地区四县茨城、栗木、群马、千叶农产品及食品进口，引起国人高度焦虑恐惧。据卫生福利部食药署表示，日本政府对食品产生来源标示并无统一标准，且拒绝承诺提供我国产地来源安全证明，亦不可与我国签订司法互助协议，再证明蔡英文政府已无法为核灾食品的安全做出有效把关，无法让民众能吃得安心。众所周知，辐射食品会在人体内累积长达有数十年之久。此次福岛灾变释出的铯137与铯90，目前国内检测能力不足，何况海关边境管理根本无法做到逐批查验大量的日本进口食品。由于我国每年进口日本食品占进口食品的数量的四分之一，以此换算，日本食品在台市占率高达近二成。一旦贸然开放，国人每天都有可能误食受核灾污染食品，长期下来，国人健康将遭受严重侵害，甚至疑惑下一代。当日台日之间又未签署司法互助协议，若发生食安问题，民众根本求偿无门。民进党长年以来奉行非核家园政策，五二零上台后却改口日本核灾地区食品只要检测合于标准就可安心食用，完全违背长期以来零辐射零检出非核家园之主张，又企图将市场开放核灾区食品公听会匆促于三天内开完，罔顾程序正义，甚至不惜以黑箱作业蒙骗国人，合理怀疑政府将以出卖国人健康换取日本外交利益。民调已指出，高达七成四的国人根本不赞成政府开放日本核灾地区食品进口，请民进党政府为了国人，更为了下一代孩子的健康着想，原建请院会做成决议，依据公民投票法第十六条之规定，提出你是否同意政府开放日本福岛311核灾相关地区，包括福岛与周遭四县市茨城、栗木、群马、千叶等地区农产品及食品进口之公投提案，交付全民公投，让政府听到人民的声音，请公决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那么蔡委员适应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那么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出席八十八人，赞成三十三人，反对五十五人，
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那么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86人，赞成31人，反对5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正内讨论事项提议第二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4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本院国民党党团有鉴于卫福部拟开放日本核灾食品输台，建议突袭方式火速在3天内开完10场公听会，全国哗然，全民愤慨。10场公听会名称：日本食品输台公听会，竟刻意隐匿西开放核灾辐射食品，蒙骗社会大众。根据奥地利维也纳科技大学的检验数据显示，日本福岛核灾辐射食品的不合格比例已是日本农林水产省数据的6倍。福岛食品在日本国内滞销已是不争事实。民进党政府对于日本福岛核灾辐射食品输台的细节完全不敢说清楚讲明白。辐射之残留往往长达数10年，对国民食安与健康影响极为重大。执政之民进党政府为渗进辐射食品把关之责任，置国人食安于不顾，基于蓄意杀人无益了。基此，国民党团绝不容许蔡英文政府与日本密室交易，以牺牲国人健康交换国际外交利益。号称最会沟通的民进党政府，应依据在野时监督食安的严格标准，以确保国人食材安全。行政院长林权经105年6月。针对日本核灾辐射食品，特别向大众强调，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松绑日本辐射食品的规划，也没有时间表。言犹在耳，150天后却见林权变脸，说福岛周边这些区域，我们看别的国家怎么做，再看哪些有风险。婴儿产品、野生动物，我们认为有风险就不能让它进口，别的国家都已经在做了。针对不是核灾食品，我们却认定核灾食品，我们要清楚论述。有鉴于核灾辐射食品对人体健康之危害甚巨，国人有高度疑虑，林权院长应向全民论述清楚。原此愿建请院会做成决议，要求行政院长林权针对开放日本核灾食品输台，向立法院做专案报告，请公决案暂列为讨论事项第二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本案出席88人，赞成33人，反对5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针对讨论事项提议第三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4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请专列讨论事项，将国民党党团有鉴于卫福部拟开放日本核灾食品输台，竟以突袭方式火速在3天内开完10场公听会，全国哗然，全民愤慨。10场公听会名称：日本食品输台公听会，竟刻意隐匿系开放核灾辐射食品，蒙骗社会大众。行政院于11月10日晚宣布召开公听会，却立即于12日至14日连续3天于北中南东赶办10场公听会，公告仅1天。通知和公告时间皆不足，10场公听会既无专家学者的证言，亦无讨论，且台南场仅1个人签名，屏东场300人乃民进党自己动员，而台北场的64位民众仅4人举手赞成开放日本福岛核灾辐射食品输台。纵观学场公听会既无专家学者，也无相关团体代表出席，更遑论沟通了，且现场一片混乱，更有疑似黑衣人出现，民众遭暴力攻击状况，公听会罔顾程序正义，显现卫福部此10场赶办的公听会已属无效会议，根本沦为执政党的私听会。根据奥地利维也纳科技大学的检验数据显示，日本福岛核灾辐射食品的不合格比率是日本农林水产省数据的6倍，福岛食品在日本国内滞销已是不争事实。民进党政府对于日本福岛核灾辐射食品输台的细节完全不敢说清楚讲明白，辐射之残留往往长达数10年，对国民食安与健康影响极为重大，执政之民进党政府为善尽辐射食品把关之责任，置国人食安与不顾，基于西域杀人无益了。基此，国民党团绝不容许蔡英文政府与日本密室交易，以牺牲国人健康交换国际外交利益。号称最会沟通的民进党政府，应依据在野时监督食安的严格标准，以确保国人食的安全。有鉴于核灾辐射食品对人体健康之危害甚巨，国人有高度疑虑。经民进党政府近于3天内举办10场公听会，只想交差敷衍了事。完全违反程序正义，公听会程序显然未完成，原此建请院会做成决议，要求卫福部基于国人健康甚至下一代之安全，应依据行政程序法第155条、第156条之规定，重新举行10场听证会，未举办之县市及离岛亦应补办，请公决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3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郑委员天才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本案出席90人，赞成30人，反对6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接着我们处理
国民党党团正列讨论事项提议第四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十四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国民党团有鉴于开放日本福岛邻近五县市食品输台，事关国人健康与生命安全之据，目前民众对日本输台食品仍存有辐射高度疑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5年5月30日朝野更一致通过决议，要求在日本输台食品源头把关、边境查验结果等资讯尚不透明状况下，维持现行禁止日本福岛邻近五县市食品输台之限制，以捍卫国人健康。言犹在耳，农委会副主委陈吉仲日前竟表示，盼能针对特定高风险产品加强管制，而非对区域全数管制。农委会显然弃国人健康于不顾，甚至将开放辐射食品作为对日贸易谈判的筹码。蔡政府的对日软弱作为，着实让国人深感痛心。由于台日之间并无司法互助机制，如之前发生的种种未标事件，日本皆不愿配合，显现对日本福岛五县市食品进口问题的管制措施根本无法真正落实。原此见请院会做成决议，在台日双方未达成司法互助之前，日本福岛邻近五县市食品严禁输台请公决案暂列为讨论事项第四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处理。那么现在有马委员文君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那么我们针对正列讨论事项提议第四案进行处理。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针对本案出席84人，赞成30人，反对5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接着处理国民党党团针对讨论事项提议第五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请宣读。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十四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本院内政委员会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住宅法》第12条之1及第54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尤美女等23人拟具《住宅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严昏恩等17人拟具《住宅法》第6条第12条之1及第54条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郑丽君等29人拟具《住宅法》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增列为讨论事项。事项第五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有异就进行处理。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
针对本案表决结果，出席85人，赞成30人，反对5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正内讨论4项提议第6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4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本院内政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2案及委员尤美女等31人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6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内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议？好，有异议就进行处理。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进行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表决结果，出席84人，赞成29人，反对5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正内讨论4项提议第7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4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本院内政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国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严宽恒等17人拟具国籍法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肖美琴等17人拟具国籍法删除第9条及第10条条文草案，委员蒋文恩等23人拟具国籍法第9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马文君等16人拟具国籍法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吴玉琴等21人拟具国籍法第4条第9条及第19条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林立全等34人拟具国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4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内针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无异，我们就照案通过。那么是否列为第7案？等一下再讨论4项，最后我们再来做最后的顺序处理。接着我们处理国民党党团正内讨论4项提议第8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4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本院内政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孔文吉等21人拟具反族群歧视法草案，国民党党团拟具反族群歧视法草案，委员吴志扬等17人拟具族群平等法草案，委员陈昌明等16人拟具反族群歧视法草案，委员李叶秀等18人拟具反族群歧视法草案，及亲民党党团拟具族群平等等法草案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8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
针对本案出席86人，赞成31人，反对53人，弃权2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增列讨论事项提议第9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4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本院内政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集会游行法修正草案委员郑丽君等35人拟具，集会游行法修正草案委员陈宁飞等23人，委员苏志芬等18人分别拟具，集会游行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林淑芬等20人，委员陈明文等21人分别拟废止，集会游行法案增列为讨论。论事项第9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委员会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进行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针对本案出席88人，赞成35人，反对5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继续处理国民党党团增列讨论事项提议第10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4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本院经济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野生动物保育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孔文吉等18人拟具，野生动物保育法第21条及第21条之1条文修正草案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10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委员会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针对本案出席88人，赞成32人，反对52人，弃权4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继续处理国民党党团增列讨论事项提议第11案，
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十四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委员李彦秀等十九人，鉴于受雇医师如何适用劳动基准法，可由卫生福利部研拟中，唯为提升国内医疗环境，研拟进度自刻不容缓，更应于107年1月1日前令受雇医师适用劳动基准法方为正办，又据卫生福利部提供之规划说明，增加临床医疗人力供给为其推动策略之一。但考量落实分级医疗与转诊同为该部之配套措施，即有必要审慎评估，倘日后民众就医行为模式改变，此时各级医疗机构为确保服务量能及专科医师训练所需之医疗人力就为如何，是否可能反制医疗人力过剩等情形发生，原建请院会做成决议，请卫生福利部于一个月内审酌医疗体系改革之方针时程与医疗人力缺口之关联，重新检讨受雇医师纳入劳基法之配套措施，以免徒耗医师养成所投入之资源，甚至流浪医师产生请公决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十一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委员会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针对本案表决结果，出席88人，赞成35人，反对5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接着我们处理民进党党团增列讨论事项之提议。民进党党团之提议共有一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月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十四次会议议事日程讨论事项，建议列下表个案，详书面资料，是否有当请公决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民进党党团之提议有异？有异。好，有异议的话，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民进党党团之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
针对表决结果，出席八十人，赞成五十四人，反对二十六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多数，照民进党党团提议通过。报告委员会，本次会议议事日程讨论事项，照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讨论事项第二案，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讨论事项第四案，及民进党党团之提议通过。民进党党团提议第二案以下议案顺序依序排列。报告委员会，本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均予处理通过，本次会议议事日程确定。报告委员会，现在进行报告事项，请秘书长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报告院会，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十三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十二月二日上午9时至9时31分，10时12分，下午4时6分至5时29分，十二月六日下午4时30分至10时18分。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吴委员秉睿等112人，请教委员林委员淑芬。主席、院长苏嘉全、副院长蔡其昌，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十三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至第26案、第28案、至23、38案、第40案、第41案、第43案至119案，经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或交付相关委员会。第27案、第39案、第42案，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20案至152案、第155案、第157案、第158案为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等所提之报告案。第153案、第154案、第156案均决定展延审查期限。第159案至第162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提案之延处情形。执行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26件，乙，本院委员执行部分20件。讨论事项第一案决议修正通过。其他事项：一、本次会议议事日程增列报告事项3案，讨论事项分一、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提议通过，其议程经按照议事处编拟草案处理。宣读完毕。报告委员会，针对上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做以下之宣告：第二会期第十三次会议议事录确定。报告委员，我们现在要处理时代力量党团增列报告事项之部分，请议事人员宣读刚才通过的报告事项。时代力量党团增列部分，请宣读。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民事诉讼法》第25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请宣读国民党党团增列部分。第一案，本院委员费鸿泰等19人拟具《公民投票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针对国民党党团增列报告事项，第一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提议进户二读，请问院会有无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啊。好。我们就进行处理。现在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案记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本案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报案会针对本案出席88人，赞成28人，反对6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做以下决定：本案依议事处意见通过。现在有国民党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重复表决，出席85人，赞成27人，反对5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做以下决定：本案依议事处意见，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宣读第二案。本院委员柯志恩等19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增订第18条之的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简易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三案，本院委员柯志恩等18人拟具《货物税条例》第1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简易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四案，本院委员张立善等27人拟具《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简易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现在处理民进党党团针对部分，请宣读第一案。第一案，本院委员王定宇等18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简易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二案。第二案，本院委员罗志镇的23人拟具《侨务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简易会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三案，本院委员苏振清等21人拟具《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第3条、第4条及第4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一案。第四案，行政院函请审议《行政法人放射性废弃物管理中心设置条例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五案，本院委员管碧玲等20人拟具《专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案，本院委员黄国书等19人拟具《科学技术基本法》第1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案，本院委员施一方等21人拟具《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增订第13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一办案，本院委员郑宝清等16人拟具《民用航空法》第59条及第112条之9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
无异通过。第九案，本院委员周春明等二十人拟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法》第七条、第九条及第十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财政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案，本院委员周春明等二十人拟具《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一条之一、第三十三条及第三十四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报院会有关增类报告事项相关议案记载于议事录顺序，授权议事处依序排列。请继续宣读原议程报告事项第二案以下议案顺序，授权议事处依序排列。请宣读第二案。本院委员李立芬等十七人拟具《幼儿教育及照顾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案，本院委员管碧玲等十七人拟具《总统副总统选举报名法》第十一条及第二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案，本院委员管碧玲等十七人拟具《公职人员选举报名法》第十四条及第二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案，本院委员管碧玲等十七人拟具《公民投票法》第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案，本院委员管碧玲等二十九人拟具《中华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修宪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七案，本院委员黄秀芳等十七人拟具《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第七条之一、第十条及第二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案，本院委员吴其明等十八人拟具《大众捷运法》第四十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案，本院委员吴其明等十六人拟具《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及第三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案，本院委员吴其明等十八人拟具《国民年金法》第七条及第三十二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一案，本院委员陈英等十八人拟具《原住民身份法》第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二案，本院委员郑英鹏等二十五人拟具《民用航空法》增订第四十九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三案，本院委员江美琴等二十一人拟具《灾害防救法》第四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四案，本院委员许玉仁等十九人拟具《入出国籍移民法》第二十三条及第二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五案，本院委员许玉仁等十九人拟具《就业服务法》第四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六案，本院委员洪慈庸等三十九人拟具《军中可疑事件调查及赔偿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七案，本院委员洪慈庸等三十九人拟具《军事可疑事件调查委员会组织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八案，本院委员廖国栋等十六人拟具《全民健康保险法》第四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九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公共灾害救偿基金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财政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
无异通过。第二审案，本院委员卢秀燕等十六人拟具《电业法》第六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一案，本院委员卢秀燕等十六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增订第十八条之二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二案，本院委员邱泰元等二十五人拟具《关税法》第四十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三案，本院委员邱泰元等二十五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四案，本院委员苏小慧等十七人拟具《中央研究院组织法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五案，本院委员古纳斯尤达卡等十七人拟具《畜牧法》第二十九条及第二十九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六案，本院委员古纳斯尤达卡等十六人拟具《国家安全法》第二条之一及第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七案，本院委员王定宇等二十一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八十条及第八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八案，本院委员王定宇等二十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施行法增订第八条之二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九案，本院委员江启纯等十九人拟具《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四条及第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案，本院委员邱义莹等十六人拟具《货物税条例》第十二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一案，本院委员陈曼丽等十七人拟具《电业法》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二案，本院委员陈曼丽等十六人拟具《废弃物清理法》第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三案，本院委员李俊义等二十人拟具《警械使用条例》第四条、第五条及第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四案，本院委员王玉明等十八人拟具《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五案，本院委员王玉敏等十八人拟具《烟害防治法》第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六案，本院委员黄国昌等二十九人拟具《银行法》增订第三十五条之三及第一百三十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七案，本院委员黄国昌等二十九人拟具《金融控股公司法》增订第十七条之一及第六十二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八案，本院委员黄国昌等三十人拟具《期货交易法》增订第四条之一及第一百十九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九案，本院委员黄国昌等二十九人拟具《信托业法》增订第六条之一及第五十三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案，本院委员黄国昌等二十九人拟具《证券交易法》第五十二条及第一百七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一案，本院委员黄国昌等三十人拟具《保险法》第一百三十七条之二及第一百七十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二案，本院委员李立禅等三十三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
无异通过。第四十三案，本院委员卢志正等十七人拟具《地方制度法》第五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水银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四案，本院委员郑宝清等二十一人拟具《台湾地区道路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三十三条之一、第九十条之一及第九十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请水银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五案，本院委员郑宝清等二十二人拟具《民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水银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六案，本院委员林俊宪拟撤回前提之《台湾地区与道路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同意撤回。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七案，行政院函请审议《人类免疫缺乏病毒传染防治及感染者权益保障条例》第十一条、第二十一条及第二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八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水土保持法》第十四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九案，行政院函请审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四十九条之一及第五十六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食品中霉菌毒素检验方法》玉米及其制品中福马毒素 B1 和 B2 之检验，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一案，卫生福利部函送《灾区受灾国民年金保险被保险人保险费补助办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五十一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二案，卫生福利部函送《验光所设置标准》，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五十二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三案，卫生福利部函为公告新增生物素酶缺乏症等三项疾病为罕见疾病，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四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药事法施行细则第三十三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五十四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五案，卫生福利部函送罕见疾病及罕见遗传疾病缺陷照护服务办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五十五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六案，卫生福利部函送《药品追溯或追踪系统申报及管理办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五十六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七案，卫生福利部函送《特定药物专用核准制造及输入办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五十七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八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卫生福利部所属医疗机构医事人员兼任院长、副院长及各级医事主管之任期及领用办法》部分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五十八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九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修正机动车辆噪音量测方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五十九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修正属产业用料需求之事业废弃物种类，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六十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
无异通过。第61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样品制备于萃取方法平衡状态顶工处理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消防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62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废止土壤及固体基质样品制备于萃取方法平衡状态顶工处理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消防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63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函为修正工程施工查核小组作业办法部分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64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送有线广播电视数位转换实验区计划实施办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委员会。第64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65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送非法广播电台联合取缔小组105年第三季执行成果统计表，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委员会。第65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66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文修正区域会会员资格审查及认定办法第5条、第8条及第13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第66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67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文修正爱沙尼亚为口蹄疫非疫区，英国加拿大卑诗省恩大略省及美国印第安纳州为高病原性加型流行性感冒非疫区，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68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公告蓝莓亦以甘蔗为适用植物品种及种苗法之植物种类，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69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文修正农会与会信用部对赞助会员及非会员授信及其限额标准第5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第69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70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文修正《中华民国输入植物或植物产品检疫规定》，以有条件输入植物或植物产品之检疫条件第七点及第二点第五项附件输入木材检疫条件，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71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文修正《农田水利会费用征收办法》第4条条文及第6条附件，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第71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72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文公告奥地利自高病原性加型流行性感冒非疫区删除，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73案，内政部函文修正无障碍住宅设计基准及奖励办法部分条文及第3条附表一，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第73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74案，内政部函文修正住宅性能评估实施办法第3条附表四，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第74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75案，内政部函文修正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编制表，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76案，内政部函送灾区受灾农民健康保险被保险人保险费补助办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第76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77案，内政部函文修正地方立法机关组织准则第11条及第14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第77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78案，内政部函文修正风灾、赈灾、火灾、爆炸灾害救助种类及标准第3条及第5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78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79案，内政部函文修正替代役役男团体意外保险作业实施规定第7点附表2，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
第79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80案，内政部函为合作社监事会监察规则名称修正为合作社监事监察规则，并修正部分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第80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81案，内政部函送合作社决算报表查核办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第81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82案，司法院函为修正《智慧财产法院办案期限规则》第3条、第5条及第11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83案，交通部函为修正《船舶登记法施行细则》第33条、第43条及第44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84案，交通部函为修正《航空站筹设新建及营运管理办法》部分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85案，交通部函为修正《优良观光产业及其从业人员表扬办法》部分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86案，交通部函为修正《超轻型载具管理办法》部分条文及相关附件，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87案，交通部函为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第19条之一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88案，交通部函为采用国际海事组织所属海事安全委员会及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所采纳 MSC.38594 MEPC.26468 增订国际船舶急区水域营运章程之决议案，增订急区船舶证书，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89案，交通部内政部函为修正《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部分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内政两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90案，交通部内政部函为修正《道路交通管安全规则》第39条之一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内政两委员会。第90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交通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91案，劳动部函为修正职业安全卫生教育训练规则部分条文及相关附表，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91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92案，劳动部函为废止《劳工主管机关所属劳工住宿场所经营管理办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92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93案，科技部函送国家型科技计划105年度第二季成果摘要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94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修正《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施行细则》第2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第94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95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文修正《银行办理衍生性金融商品业务内部作业制度及程序管理办法》第7条及第8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第95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96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文修正《电子支付机构使用者身份确认机制及交易限额管理办法》部分条文，《电子支付机构资讯系统标准及安全控管作业基准办法》第3条、第4条及第6条条文及《电子支付机构业务管理规则》第2条及第12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97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文修正《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机构调处委员会组织及调处办法》第2条及第8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第97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98案，经济部函文修正《电业登记规则》第3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第98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
无异通过。第九十九案，经济部函文修正《模式计量计刑事认证技术规范》，议事处意见拟简易化交经济委员会。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案，经济部函文废止《商业登记法施行细则》，议事处意见拟简易化交经济委员会。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一案，经济部函文修正《商业登记申请办法》第三条及第八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简易化交经济委员会。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二案，经济部函文修正《水利法施行细则》部分条文，议事处意见拟简易化交经济委员会。第一百零二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三案，经济部函送该部有关科技专案研发成果之各项绩效评估指标报告，议事处意见拟简易化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四案，经济部财政部函送我国个人或公司研究发展支出适用加倍减除办法，议事处意见拟简易化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五案，经济部内政部函文修正设置再生能源设施免请领杂项执照标准，议事处意见拟简易化交经济内政两委员会。第一百零五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六案，经济部内政部函送中央对直辖市及县市政府再生水开发案建设费用补助办法，议事处意见拟简易化交经济内政两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七案，教育部函文修正教育业务志愿服务奖励办法，议事处意见拟简易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一百零七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八案，教育部函文修正《公立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委托私人办理条例施行细则》第三条之一条文，议事处意见拟简易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九案，教育部函文废止《高级中等学校就读普通班身心障碍学生安置原则及辅导办法》，议事处意见拟简易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一十案，考试院函文一百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订定发布之《应考人申请阅览试卷办法》，定自一百零六年四月一日施行，议事处意见拟简易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一十一案，财政部函送《个人或公司适用产业创新条例延缓缴税及缓课所得税办法》，议事处意见拟简易化交财政委员会。第一百一十一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一十二案，文化部函送《水下文化资产审议会组织办法》，议事处意见拟简易化交教育界文化委员会。第一百一十二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一十三案，台湾省政府函为台湾省政府及所属各机关公务人员交代条例施行细则名称修正为台湾省政府公务人员交代条例施行细则，并修正部分条文，议事处意见拟简易化交内政委员会。第一百一十三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一十四案，中央银行函为修正《银行业办理外汇业务管理办法》，议事处意见拟简易化交财政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一十五案，国史馆函为修正《国史馆台湾文献馆提供政府资讯收费标准附表》，议事处意见拟简易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一十六案，法务部函送一百零四年度通讯监察局相关统计资料，议事处意见拟简易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一十七案，行政院函文修正总统府资政国策顾问遴聘办法，议事处意见拟简易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一百一十七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一十八案，行政院函为修正有线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基金收支保管及运用办法部分条文，议事处意见拟简易化交交通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一十九案，国家发展委员会函送中央政府办公区整体规划说明书面报告，议事处意见拟简易化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二十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该会一百零五年度核设施安全与维护之管制预算继续冻结五十万元减送预算解冻书面报告，议事处意见拟简易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
第120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叫审查，叫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会议通过。第121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唯该会105年度辐射侦测中心岁初预算继续冻结100万元，仅送预算解冻书面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第121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叫审查，叫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会议通过。第122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该会105年度核能研究所岁初预算继续冻结500万元，减送预算解冻书面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第122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叫审查，叫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23案，内政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移民署补助新住民发展基金继续冻结300万元，提出专案检讨报告经同意后时的动之，仅送专案检讨报告，请安排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处理。第123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叫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24案，内政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移民署执行外来人口管理服务及违法调查处理业务经费继续冻结300万元，进行专案报告并经同意后时的动之，仅送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处理。第124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叫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25案，内政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移民署入出国籍移民管理业务计算继续冻结300万元，进行专案报告并经同意后时的动之，仅送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处理。第125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叫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报告委员会，第126案以下，请一并宣读，宣读后除第147案同意展延审查期限外，其余个案均准予备查。那么在报告之前，林委员立场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何委员心存刘委员建国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请宣读。第126案至144案为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函，有关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相关解冻报告案业已处理完竣。第145案至149案为本院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相关行政命令，均已于立法院质询刑事法第60条锁定审查期限，请提报院会存查。第150案至155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赖委员施宝、高委员智恩、简委员东明、蒋委员乃兴、陈委员宜明、曾委员明宗等所提临时提案之延处情形。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行政院函送本院黄委员昭顺等所提质询之书面答复共32件，乙本院委员质询部分，本院卢委员秀燕等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31件。宣读完毕。报告委员会，上午议程处理到此为止，下午20:30继续开会，现在休息。